在已经时间下午5点多了，那待会要回民宿烤肉。那现在刚好有那个下午茶，下午茶就是冰丝包在吃这边，没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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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对啊，所以不要第一套衣服，不要第一套衣服。然后里面有馅，那待会就是它长得就三角形的，就冰丝包，就黑糖，黑糖包，好吃的。在小琉球，我们在晚上要这边吃 barbecue 的一些场景，现在在玩活动。那待会啊，或是等等啊，我们会去夜游。待会画面就是要去夜游的画面嘛。OK。现在我们在夜游，可以留下来，待会要进去，要把它带到这附近，然后就放在这边的身子里。所以这边有。